啊，好累啊！今天太晚出门了，9:30才出门，现在，快5点了，还有10几公里才会到恒春，哇哩嘞，好硬啊！不过风景还是很漂亮，26线一路上上下下的，哇哩嘞，美丽的夕阳，美丽的夕阳。时速真的只有21公里，21公里而已啊！腿都快废了！我看到，一路下滑，好爽啊！一个人骑好无聊哦！加油，一样坚持到底，加油！